适逢国内知名时尚服饰品牌森马成立15周年，日前韩国影星李敏镐为该品牌拍摄代言广告。冬日暖阳，穿起牛仔裤，简单的搭上一条红色的格仔围巾，李敏镐随意的就在一堆红色气球中玩了起来。他拥有高贵的外形和黄金的身材比例，但他又具有和蔼亲切的个人气质，招牌的治愈系笑容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敏镐，新年欢迎，春妈妈你生日快乐，感谢你的，谢谢。在戏里戏外，李敏镐都用自己独特的角色魅力演绎着自己对时尚和品味的理解。